咱们自贡主打就是一个三嫩，今天买点猪肝炒一个削皮菜炒猪肝，把猪肝切成薄片，放点姜葱一起洗净，把猪肝的血水洗出来哈，这就来了腥味。配料非常的简单，希望跟我点个小心心再仔细观看。现在开始腌料，姜蒜、泡椒、小米椒、花椒、豆瓣儿、醪糟儿、鸡精，再来点豆粉，搅拌均匀。而且粽子吃的猪肝很好吃呀，10块钱的猪肝，3块钱的雪皮菜，现在马上下锅开始炒，加一勺猪油更香。下猪肝，爆炒，倒雪皮菜。哎呀，主要巴适，地道的火爆菜。10秒装好了，起锅放醋，哇。八水，13块钱的猪肝够一家人吃，鲜辣下饭，巴适的很。哇，自己在家也能吃鲜嫩美味的猪肝。如果你也喜欢玲玲炒的家常菜的话，就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免得你下次找不到我。